十二日起，中天综合台最新一季《中国好声音四》。真的好危险！两名越境男子竟然在高速公路上骑单车，国道警察上前拦人，才发现语言不通。还好其中一人稍微懂国语，他说两个人是要骑车去搭高铁，结果一问路竟然就骑上国道。民众跟他暴露，然后他们就误闯就骑上来高速公路，但是我们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3条第四项，罚3000到6000块。国道警察在高雄路竹路段拦下两名越境男子，两人说他们在工厂打工，才刚来台湾3天，好不容易放假想搭高铁去找朋友，没有想到问路时路人可能指错了方向，才让他们误骑上国道。他们是要载一位要去搭高铁，然后他们要去火车站搭车，然后他们就误闯上高速公路这样子。国道上车速动辄破百，骑单车简直险象环生。警方担心酿成追撞意外，将人车一并带回分队。两名越境男子想骑车搭高铁，却莫名其妙上高速公路，真的是有惊无险。记者王佩如高雄报道。